纤维里面好似江河汇聚咁样，而里面嘅筋络俾内力打碎，入口极之松化，再配合埋火云掌之前嘅溏心荷包蛋，够叉烧真系好味道，尘世间冇嘢可以形容得到噶。点解？点解？点解？边个就会咁好味嘅叉烧？我哋系成班点算啊？咦？系咩嚟噶？为什么我会流眼泪的？有一种哀伤感。是洋葱，我加了洋葱。啊，实在太点题了，原来是洋葱来的。一碗饭吃到人感动流泪。啊，不怪得知叫做黯然销魂饭，实在太黯然，实在太销魂，实在太好了。